开始一样抽，看抽到什么，我们来唱什么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来第一个。好，晚安许了各位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演出。哦，什么啦？这是什么？第一张会雀场的金曲奖最佳新人何瑞康。让我们欢迎金曲奖最佳新人，获奖的是何宇文。谁呀？何宇文，何宇文，他是谁？我已经记不得。他是个女歌手，还有女艺人。他的歌，有哪一首你还记得呢？唱吧。说真的，我全都忘记了，但是何姓的女生，我刚刚只想到她而已，所以讲了何宇文。你掰出来的吗？是真的有这个人啊？我是说他上面写什么？会雀场的金曲奖最佳新人。就这样，你还在那边讲何瑞康，何瑞康，吊我胃口，让我爽一下，你怎么这么贱啊，你这个人！我进去讲，为什么没我？因为我不想让进去讲干扰我后来的创作。因为我开饮料店，还有卖泡面，都下下叫啊！你知道吗？我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耶！他真的这样说，我看到了吓一跳。我想你不想要进去讲，也不用这样。啦啦啦啦啦！可是何瑞康很想要进去讲，你会怯场，我。不会怯场，因为我会带着你上场，你会站在我身旁，跟我一起弹着吉他，但是 我会把你的歌唱得不一样。没关系，这个世界就是要来点不一样。他们会后悔给你这个奖。什么奖？金曲奖最佳新人奖，因为我唱了之后，那个新人就是我啦。原来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彦达，这首歌原来长得这样啊，三啊！没有人听过这首歌啊，太难过了，下一张。今天不小心漏尿的议员，哦，真的是议员，对。呱唧，你不要再这样。原来那下面一大包，不是真的，而是液体吗？哇靠！在议会质询很久，难免膀胱会有点唰，已经唰了，唰是出来的意思。膀胱有点唰，但是是个神圣的议事堂，你不得不继续讲下去啊。虽然他让你很紧张，你也别害怕，因为他说的话。自己打枪耶、yeah ！他那时候说，是不是有什么尿尿的味道？我不知道，他是不是有人没有扫厕所？他终于说实话，说出什么实话？原来是呱唧的那一大包，赶快去倒掉吧，不要放在那里呀、啊。对腰不好啊，上班不要看，请原谅我们大康，我们不是故意的要说你坏话，
只是观众是这样写的啊。他只写议员，没写呱唧。没有没有，相信他大人有大量，在我的心中你是唯一的议员。那就有点过分了，毕竟你是高雄人，他是台北市议员，你们高雄是没有议会了吗？但是我们的议会没有人屁股可以夹筷子啊，挂机的屁股很强壮，嘿吼嘿吼，一根筷子两根筷子三根筷子，再多的筷子都没有他的屁股强，他就是屁股最壮的台北市议员。团结不会力量大，因为他的屁股永远比你们团结强壮。下一张，下一张，下一张，骑摩托车回去，回到过去的电影导演。骑摩托车回到了过去的 movie director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，导什么样的片？他为什么要回到过去，为了挽回什么样的错误呢？因为过去的时候没有三级片，所以他回去开创了三级片。他是个回到过去的三级电影导演，他说没有什么不能露点，在未来的世界，只要叫小孩不能看了就可以露点。他说喂，腿张开一点，喂杨贵妃，你腿张开一点。回到唐朝宫廷的 A 片，主角还是贵妃本人演。不得了，这会流传千古，果然是长恨歌啊，他后悔，后悔拍了那部片，从马上下来想到那段无马的片，下马的人生苦不堪言，在马尾坡上面做他最后一次表演。Oh, I'll be director. 三级片的 porno movie director. 害死了杨贵妃，又害死了谁？可能还害死了赵飞燕。双飞燕的由来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跟观众快讲一讲。就是双飞燕，大家知道知道是什么吗？我们看一下下一张。你要不要快一点示范一下？就是两个女生跟一个男人一起啊，就叫做我们看一下下一张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以为是一个过去动作。哦，也叫做双飞燕。你居然先想到的是这么不堪的字眼，不应该啊，不应该啊。我不要唱歌了，换你悲观的救世主，就放弃这个世界吧。这世界毁掉吧。我吐口口水，把你们淹死吧！我吐了口口水，里面都是细菌，还有 COVID-19 的病毒。你是魔王吧？哪是救世主啊？人类没有救了，就让病毒解决你们吧。哦，解决你们吧，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话，学着跟病毒共存，还有跟大康共存啊。
呀呀，怎么又回到这个地方？但是就算病毒的肆虐，我们还是得欢笑。看人拍哦。如果这支影片会放上网路，记得打开来，边吃清冠一号边笑，虽然很痛苦，但是还是边笑，笑到喘不过来，你就会感觉你真的是活在这世界上。笑到喘不过来，再吃清冠一号，再继续笑。我们还是要正向一点。在座的各位都是很正向的人。没错，嗯。我想不到什么来讲了吧？我没有正向的观念，我是个负面的恶鬼。抽最后一张，好，最后一张，挽回一下，挽回一下，一下对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让大家摔在这个地方。我跟你讲，最后一张没有很正向哦。你就把它说出来吧，我们说不定可以改变它。来了一个喜欢说话的安宁病房护士，这真的很难正向。哦，护士啊护士啊，你快一点看我的爷爷啊，他躺在那边好像有点状况，你可不可以帮帮我们啊？我跟你讲，你爷爷就是这样，他老是起来早下床，到处走来走去都不想要上厕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又一直憋尿又不用尿袋，他说他的髋骨没有问题，想要自己去上。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他明明就行走不方便，不等你孙子来，他一定要自己走去上。奇怪，他马桶上面。爷爷啊！我不想听你说话，我只想要跟你说，你爷爷有多少罪状，所有护士屁股都被他摸过了。爷爷啊！你不要管他，他只是没有生命迹象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爷爷啊！没什么，这边本来就是安宁病房，你爷爷很安宁，因为他根本听不到我说话。爷爷啊，你这一辈子能够遇到他，我决定了你一生已不枉此生啦。恭喜你遇到一个在安宁病房饶舌的奇女子啊。